方案谁做的？陆小俊，你给我出来！这次没做好，下次做好就行了。新方案下周给我，别再出错。好的。慕云烈，我堂堂林氏集团千金，为了追你来到这儿，你居然跟这个女的搞在一起。灰姑娘的游戏好玩吗？什么意思？哼，像你这种妄想加入豪门的拜金女不见多了。总管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你无权过问。这个小职员还敢勾搭穆总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主管，你和穆总才是天生一对。怎么又想着去勾引穆总啊？你别太过分了。吵什么？穆总，方案改好了。你到底是来上班还是来勾引上司？这也是公司，注意一下分寸。就是，搞得公司乌烟瘴气。就是啊，可不是嘛。自己好好反省一下。对了，下午和陈氏集团有个合作要谈，陆小娟你来跟进。可是穆总对这个合作很重视的，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吧？行，我去。主管，你这不就给他在穆总面前表现机会了吗？这个客户出了名的难搞，你真的以为我会把机会给他吗？陈总，您看合同满意的话，我们……哎，工作吧，先放一边，现在吃饭时间。既然这样，那合作我找别人谈咯。穆总对这个合作很重视的，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吧？哎，陈总，这才对嘛！来来来，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。哎，好酒量好，来。阿烈，我喝了酒有点不舒服，你可以来接我吗？哎，还打什么电话？来，继续喝。再倒一点，再倒一点。那这个合作就这么说定了。云烈。这是总经理的办公室，连门都不会敲是吧？让开。灰姑娘的梦还没醒呢，想进穆家的门你也配？这是我和他的事，你无权插手。你只不过是他一时兴起采的野花，我跟云烈才是门当户对。够了，以后说话注意一下你的语气。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已经订婚了。咱俩的交情，喝杯酒怎么了？你怎么能随便穿别人的衣服？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又不是没看过。陈天宇，小雪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说的都是气话。我相信你，你跟他都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不告诉我也是怕我生气嘛。啊，嫂子格局这么大，我也不能小家子气，我请吃饭。哎，别啊，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。哎，好。耶，哎。好像没有我们以前拍的好看的，你看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天宇这表情多可爱啊！我看看。对不起啊，若男，不怪我没接吻。故意的吧？若男，手机我赔给你就是了。哼，跟我交往过的人通忘不掉，今天有个例外，就你这点小伎俩，我还真看不上。说完了吗？怎么女孩，天宇，天宇，怎么了？陆小姐，你敢就敢当是吧？手机的事情我都已经道歉了，天宇，够了，不就是一部手机吗？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不嫌丢人啊？这女的什么人呢？就是。终于到家了，那我先去洗澡了。好。他怎么还在这儿？哦，若然家里停电了，今晚在我们家住一晚。小雪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。嗯。干嘛不好意思啊？又不是没见过。啊！哎，小雪，他刚绊倒了，我才。跟我交往过的人都忘不掉，陈天宇也不例外。你不是的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小雪，我错了，你别走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小雪，带走人是他们。我需要说服你才是所有结局的。